二同学，你好像质疑我康文的把妹技术啊！大色狼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哼，你不要像纠察队那边乱吹哨，很煞风景哎！我会希望有一天，他能真的看我一眼。我把你当哥们，就这样讲我啊？就算全世界男人死光了，我也不会考虑你的。给我站住！还想吵是不是？好啊，我奉陪。原来我不帅。1月19日起，每周六晚上9点半，卫视中文台。